阿公就真的把蜜蜂当他自己，忙了50多年了，还是会继续工作。他们的字典只有两个字，工作而已。当他们看到蜜蜂怎么都在地板上爬，死掉的时候，他们会来问我们：啊，旁边那里东西要怎？蜜蜂如果消失了，啊，剩下的这些植物谁要去授粉？